周老爷，起来，起来，干嘛呀？对不住啊，周老爷，老爷有话，让您啊立刻走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今儿得出远门，让我再睡会儿。不能睡了，起来，上，起来。哎哎哎哎、四爷，四爷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哎，起来吧，四爷、啊。说这么多干嘛？拉呀！哎，拉！哎哎哎哎，四爷，走吧，四爷。我可是轻人，走吧，太爷，走吧。你们对我周老爷出去啊啊！四爷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动手让你们俩。拿东西。赶紧的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走吧，四爷。啊，别动手！走吧，走吧。我说，周老爷。对我住了啊！爹，外面都在传，说吴家四兄弟打起来了，而且大伯一气之下把你们三个撵出了东院，并宣布断绝关系。是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也怨我，你三叔啊，唠叨着，要让你大伯认吴越当义子，我没撑住气，和他争辩起来了。后来你四叔也掺和进来，结果把你大伯给惹恼了。爹，周无聘才刚走，你们就提这种事情，太不合时宜了。可我总觉得你大伯今天不对劲儿。他从来都是一个泰山压顶、不形于色的人物，就连吴聘的死，他也能冷静克制。今天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？唉，这人伤心过度，难免会失去本性。不管怎么说，过两天我还得过去看看你大伯，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。嗯，咱们的兄弟情谊不能断。啊，大哥，今天咋发这么大脾气啊？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大哥写的。你说是不是因为吴聘死了，失心疯了？1000两银子，买三元典当行当中70%的股份，这生意划算。早知道是这样，今天我就不该跟大哥提吴玉的事儿。虽说吴玉承继东院的事儿泡汤了，但白得一个典当行也还不错。不行，过两天啊，我要把这个契约还给大哥。为了这个典当行，当时大哥可是投了10000多两银子呢。哎呦，你傻呀，都给你了，哪有还回去的呀？那大哥肯定是气昏头了。你大哥是什么人？他是吴卫文，他能昏头？他这么做一定有他这么做的道理。都给你了，你就拿着呗。可是这……听我的，没错。好吧。哎，你说这典当行当中90%的股份都归咱们了，那以后可是咱们说了算了。应该是吧。哎呦，高兴点多好啊！哎，奇了怪了，啊！我们哥几个从小就这么吵吵闹闹长大，也冒犯过大哥，啊！大哥顶多也就是骂上两句，从来没说过断绝关系。
这兴许就是几句气话，过两天啊就没事了。气话？白纸黑字都写着，能是气话？我看看。你看，嗯，识字吗？不识字你就不会给我念念呀？我觉得大哥一定是受人蛊惑了。谁呀？谁？东院那个扫帚星呗。十文，你给我送到潼关。不行，去不了。十五文，哎，不行不行，真去不了。这样吧，咱就三十文，你答应不答应？那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是吧？上车吧。到了潼关，先歇一晚上，换辆车，反正是一路走一路玩呗。别想了，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。前两天他还劝我，别把吴卫权的话放在心上，今天他却变本加厉。吴卫文跟咱就不是一路人，咱们讲究的是知恩必报，他们喜欢的是过河拆桥。他应该不是那样的人。他对他亲兄弟都这么狠，你还看不出他的人品？我想去和吴聘告个别。吴聘都死了。哎哎哎哎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咱去，咱去还不成吗？王世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在等你啊。等我？啊，我知道你在走之前一定会来这儿。四叔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往北，大草原。大草原？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？早就想走了。多待几天再走，可以吗？嘿，老爷都把我赶出来了，我上哪儿待着？泾阳这个地方啊，我是一刻都不想多待了。你们至少要等到少东家百日祭过后，再走也不迟啊。百日祭？啊，那东院都不认他了，什么百日祭啊？跟我们没关系了。那这样，你进去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出来。现在出城，天黑前还能赶到十里店。你走了，以后再想看看少东家，就难了。老爷这么做，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。你何不多待几天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就算真的要走，也不能这么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。少东家肯定也不想你就这样走。我这烟袋锅子，他愣说是从宫里传出来的，骗谁呢？我就是骗人的。哎，走喽。爹，我不走了。哎哎哎，不都说好了吗？我想等吴聘的百日祭过了再走。你伤心伤的还不够啊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人死了万事皆休。爹，你就让我再为吴聘做件事儿吧。四叔，朱莹，小心脚下，就是这儿了。王世军，
我记得你不是高陵人，你娘也住在泾阳，你在高陵怎么还有这么一套院子啊？这是以前置下的，平时院子也没人住，你们来了正好帮我看看房子。哎，还真不错。是啊，四叔，这里离泾阳也不远，你要想回去给少东家扫墓也就几里地。四叔，明天啊就有人把柴米油盐送过来，钱我付过了，你们收着就行。爷们儿，办事儿够周到。四叔，这两边厢房啊，床铺和被褥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天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，你们早点休息。行了，谢谢你啊，王世军。哎，一会儿我收拾。啊，黑灯瞎火的，慢点。哎。哎呦喂！今天这一天呢，折腾了我呀。总算到家了。家？这是家。能睡着的地方就是家。坐会儿。老爷，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。